天我们要更往前踏出一步，我要代表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族致上我们最深的歉意。对于过去400年来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的待遇，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。后面的重中之重还是会落到土地的议题啊，因为真的土地，是蛮复杂的，因为这个已经拥有这些原住民土地的这些机关，有很大的部分都是国家的机关。还我土地！还我土地！还我土地！台糖金色我们土地！确实在工作之初哈，其实有不少的行政部门其实对于转型正义，因为整个台湾的这种政治的氛围其实对这个议题就有很多的看法，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这种对立啊，或者是不同观点的呈现。当我们谈到转型正义又加上是原住民族的部分的时候，其实 我相信纵然总统他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，但是其实还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人民的生活当中，也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思维当中。